噔噔噔，年头咧，梗系讲啲着数嘢俾大家啦。嗱，全香港咧，总共咧打工仔有成370万人噶。只要你系打工仔，只要你咧有强积金嘅户口啦，只要你公司超过10个人以上咧，就算系兼职嘅同事都计埋噶。再加上你咧要开口嘅，同老板讲啦，同 HR 讲，同会计讲咧，嗱呢啲着数全部通通关你事。重要是每位同事可以争取到福利，人人可以派500到1500噶。嗱，开始前立即订阅我哋嘅 channel， 仲要揿埋个铃铃，咁第一时间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新片，同埋第一时间话你知最新嘅着数。Super Mom 咧真系冇呃人噶。我哋咧会带住几万到几十万上嚟同你哋开会噶，点解嘅？嗱，记得睇晒成条片，我哋就话你知。呢个咧系有史以来最省最省最省嘅优惠。如果咧你哋仲未用我哋嘅服务咧，咁就好关你事啦，咁就有机会拎到咧呢一个优惠。而我公司咧做紧咧全城最高嘅客户奖赏优惠，就每个雇员有机会最高咧可以拎到1500蚊嘅基金单位啊！10个人以上，人人咧可以拎到500蚊嘅基金单位。如果咧超过25人咧，人人咧可以拎到1000大元嘅基金单位。超过100人以上嘅公司，人人可以拎到1500蚊嘅单位。人人有份，永不落空。兼职同事都有得派噶。如果咧公司咧系超过100人啦，我就当100人计算，每个人拎到1500蚊嘅基金单位。算一算，咁我哋好有诚意啊，带住150000同公司嘅老细同你哋嘅人事部开会。这个着数咧系限时限额噶，只系做上半年嘅啫。老板们唔使咧自己真金白银派利是。这个是免费的福利给同事的。那你们的基金表现又怎样？第一，你首先要约见我们，我们慢慢跟你谈。其实呢，我们的投资表现都是不错的。我们有最多的基金能够跑赢大市的。另外呢，我们一共有6只基金是拎到同行领先的投资表现。第三，这几年的市大上大落，很多基金都跌到七彩。我们的基金呢梗係同樣都跌啦，但係跌嘅幅度咧係冇咁多噶，因為我哋基金嘅波幅咧喺前7大嘅強積金服務供應商之中係屬於最低嘅，咁就可以做到咧穩中求勝啦。咁你哋嘅管理費又貴唔貴噶？嗱，作為精明嘅消費者啦，除咗考慮投資表現，當然啦都要諗埋個收費嘅。可以話俾大家知，我哋咧係其中一間收費最平嘅強積金供應商嚟噶。咁你哋嘅服務又點嘅咧？嗱，唔知道大家咧仲記唔記得咧？喺疫情嘅時候，政府咧喺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咗一個叫保就業嘅計劃，而申請呢個計劃咧係需要提交強積金嘅資料噶。大家咧可能都遇到同樣嘅問題，係咁揾強積金嘅 agent 啦。嗱，我哋咧都協助咗咧僱主咧成功申請呢個保就業計劃噶。另外啦，如果超過咧50人嘅公司咧，我哋仲會派 RM 咧專門有人服侍大家噶。第三啦，我哋有自己咧嘅 MPF 嘅 apps 噶，俾雇员咧可以随时随地系用个 app 去管理自己嘅 account 啦，揿个掣就可以转呢个投资嘅分配啦，而且每个月咧你哋咧都会收到咧呢个 SMS 噶，可以睇到你哋嘅户口现时嘅价值，同埋每季我哋会定期咧俾一啲市场嘅展望资讯俾大家啦。嗱，转强积金供应商会唔会好麻烦噶？明白嘅，明白嘅。當然我哋係好明白 HR， 佢哋會好擔心要處理咁多文件啦。我哋會盡量幫大家咧處理曬所有嘅文件噶。另外咧，我哋仲會提供咧免費嘅人事管理軟件俾 HR 同事，協助佢哋咧提高佢嘅生產力啦，同埋依個效率噶。嗱嗱嗱，時間咧係唔等人噶，我哋咧已經準備咗几十万同各位嘅老細 HR 見面開會，同事越多，總獎賞咧就會越多。心动不如行动，快啲约我哋啦！详尽了解呢个优惠，可以咧喺我哋 InfoBoss WhatsApp 我哋团队，或者打91060898揾我哋预约见面倾下啦。为自己为同事谋求福利。最后啦，戴翻个头盔。以上嘅内容仅供参考，并非销售嘅建议。有关呢个计划嘅详细内容，揾我哋倾下啦。嗱，喜欢嘅朋友记得 CLS 呢条片俾其他朋友仔知多啲，同埋订阅我哋嘅 channel， 仲要揿埋个铃铃。咁日后咧就有我哋嘅新片噶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